还不错。哎，我唱歌你们都没有给我海浪，我刚在后面看，哇塞，你海浪挺大的。好，但我觉得很好，因为他第一次来，大哥第一次来，我希望他可以开心。但我感受得到，哇，那是好可爱啊！哦，不行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没事。刚才没有事情。啊？又是你！我跟你很熟，我们现在吗？你飞得过来，我就。啊？我蹲低一点，我怕你会被人家架走啊，这样子吧，下次好不好？下次看我们的缘分怎么样？我见你好多次了 ，OK。接下来这首歌你们肯定不会，肯定不会，因为我太少唱了。你说什么？嘟嘟，接下来我继续唱一首歌，唱完的话，我就把今天的主角把他叫出来，唱死你们。